我还在反复在头脑中回味王教授的那句家训家规，就是弱者没有失败的权利，因为这句话是直指一切困难，直接突破一切的障碍和挫折。我觉得大家很难想象一位年少时体弱多病的王教授长大以后会成为我们公安干警里面的一级警监的公安科研高级警官，我觉得非常难的。所以是这个家训家规的作用让王教授有了今天的成就。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几代家庭的传承能够多一些有这种家规家训，有这种爱国情怀的家庭，我觉得我们这个祖国会更加繁荣富强。谢谢王教授。谢谢冷东博士。小强哥，王老师这一家三代呢，在不同的时期用同样的方式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唱一首歌，把这首歌曲献给我们亲爱的王教授一家和我们的特战救援队和所有为我们的祖国默默的付出贡献的英雄们，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祖国不会忘记。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